新北市新庄区新树路上的超级城市四个社区管委会选在周末假日进行了一场超级城市银色冬季圣诞联欢派对，在现场有野餐、市集等等各种多元活动，社区住户们在参与活动过程中更加的认识彼此，一起度过一个欢乐的圣诞佳节。位在新庄新树路上超级城市一至五期等四个社区管委会特别选在圣诞周末举办超级城市银色冬季圣诞联欢派对，希望趁此机会让社区住户之间能够认识交流联络感情，并且共同欢度圣诞节。总共是四个社区，然后新的小朋友也比较多，所以说我们想说办这个活动让年轻的朋友还有小朋友都可以一起玩在一起。我们希望带给住户这次的圣诞气氛跟圣诞晚会，然后可以营造住户跟住户之间的一个和乐气氛跟社区的和乐气氛。因为住在这里的都是年轻的爸爸妈妈，最年轻的社区，所以我想这样子的亲子活动大家一定都会非常喜欢。各社区规划了一连串的活动，同时还跟商家结合，在社区布置了浓浓圣诞风的圣诞装置艺术，吸引不少社区居民一起来拍照，同时还规划了国外流行的野餐，吸引住户们共同参加活动。因为我们是向往国外的圣诞节的气氛，所以我们来精心设计了一个野餐区的部分，所以让住户来做一个圣诞节的布置。另外社区还设置了圣诞市集，邀请优质摊商来摆摊，让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吃吃喝喝，逛逛精美小物。哦，超级热闹的，然后有吃又有得玩，然后还有节目可以看。活动如何？觉得很棒，不错。真的、哦？就是规划的还蛮好的。圣诞节的超级城市各社区联合举办的银色冬季圣诞派对相当用心，不仅营造圣诞氛围，现场还有吃有玩，并且有许多活动共同参与，越到晚上人潮越多，让许多社区的大小朋友都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圣诞节。以上新闻记者林正杰新庄采访报道。